那你想要帮女性做什么友善的事情？这个我们都很期待啊，在这个有关国际妇女受暴终止日啊的今天啊，我们的所有的男性应该要帮女性朋友做一件最友善的事啊，比如说当人家先生的可以回家替老婆洗洗碗嘛，啊，当人家的这个男性的男伴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写几句甜言蜜语的话哈，来让我们女性感觉很温馨呢？当你的儿子的话，是不是能够在今天打一通电话给妈妈问候一下？所以我想，在这种国际的一个受暴妇女终止日，所有的男性应该要很温馨，用爱来送给他周遭的女性一件最让他觉得最温馨的一件事。那今天晚上回家之后会做什么事？今天晚上回家，老婆如果有煮饭的话，我就负责洗碗。